京新高速梧桐大全至木垒段最后500公里今天贯通，标志着北京至新疆乌鲁木齐国家高速路网中第二条全天候东西部大通道全线贯通。京新高速梧桐大全至木垒段公路项目全长514.952公里，设计速度每小时120公里。